民国36年1月15日，竹东铁路举行通车典礼，一列挂满彩带的火车喜气洋洋地出现在新竹火车站。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新竹各界人士都以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庆祝竹东铁路通车。竹东铁路起点在新竹火车站，终点在竹东。火车缓缓启动，大家的心情也跟着兴奋起来。新竹地方人士所期盼的竹东铁路终于通车了。竹东铁路起点在新竹，沿途经过竹中，并且穿越隧道，终点抵达竹东镇。竹东铁路沿途经过乡村原野，景色宜人。竹东铁路在竹中到竹东之间，火车穿越隧道而过，工程相当艰巨。火车抵达竹东车站，这里早已挤满了欢迎的人潮。列车缓缓进站，带来了历史性的任务。沸腾的人潮，热情的乡亲，兴奋的心情，交织成动人的画面。在竹东火车站前广场举行庆祝大会，新竹地方人士感谢政府协助开辟竹东铁路，造福地方。竹东地区盛产木材、竹子、茶叶等，农产资源相当丰富，这里的煤矿蕴藏量也很丰富。竹东铁路通车以后，方便农工产品的运输，而交通的发达更带动产业的兴盛和经济的繁荣。竹东这个山城在竹东铁路通车以后，将迈向新的里程。